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脸猫猫姐，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。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第二集，很多运营拥有一两个爆款后就认为自己摸到了运营的真谛，但是那真的可能只是运气罢了。只有能将产品的成功不断稳定复制的时候，你才真正掌握了亚马逊运营之道。亚马逊运营属于电商运营，与这个领域同时发展的另一个运营领域产品运营，如今已经形成成体系化的运营流程和标准化的数据分析。但是在亚马逊运营一块，很少有运营能够成体系的总结出一套运营流程。面对大量的数据和工作，不知道如何寻找终点，也不清楚自己做的优化有没有效果，从而导致自身运营技术一直原地踏步。我一直认为亚马逊的运营者应该看一些技术类和产品类的相关书籍，例如搜索引擎技术、数据分析技术、产品定位技术等等，因为只有对某个技术有一定的理解，并将其与自身的运营工作相结合时，才能对亚马逊平台的深层逻辑有一个清晰的认识。这就是从技术角度去理解运营。了解了以上三点后，就会发现亚马逊平台虽然规则变化很快，但是平台的 A9 搜索逻辑是不会改变的。只有长时间从事亚马逊运营这个行业后，才能对整个跨境电商运营有一个整体的思路，知道如何把一个产品从零单做到爆款，知道怎么利用搜索规则等等。这时候你就成为了一个有前景的运营专家。